在红 buff 那个地方影响。技能不要学啊，如果遭遇了就学 E。 为什么有个蘑菇并且这个蘑菇不动？我们卡在这里，他可能会从这里过来。全军出击！你在干什么？不会是挂机的吧？哎，带你躺赢啊！他掉线吗？应该是不来了。打带点燃的盖伦，有点难度啊，有点难度。不知道在在不在草丛，不在。那我们一级要学 W 了，靠近小兵就 A 接 W， 打完就跑。再跑快一点，摸不到。跑，不要被小兵打啊！因为你先 A 他的，所以小兵会打你。转了就溜，溜。小兵打我真的好痛。好，他回复了，我们要把他打断。我二级了 ，A A J W 吃药，卡位 A A 回来死，必死，给我点燃没用，劝退不了的，他必死，回不上来。哎，哎呀，我操，大意了。哎，这波没死，回的好快啊！这一般英雄真的是扛不住的啊。盖伦这个回复好快，过来，你还敢探这个兵，那你就必死了，兄弟。很好，一血到手。他崩了，他崩了，三刀我十一刀，他带的还是点燃，继续。好，我们队连上来了，非常好。我将死战不休。我要开始滚雪球了。这盖伦接下来会被我吊打的，他不可能翻盘了。很好，蘑菇连上来了啊。插个针眼先，A J W， 刮他 A， 吃药开机跑 A， 我不可能虚你的呀，你又没有点燃，我知道的。A J W 十，这把你还能活？没事，我有机跑有闪现，你来也没有用，好吧？你打吧，这兵给你收，我不会靠近他的。他过来把盖伦的线给压过来了。排我眼，没关系，你排。再来一个，你排吧，来你排吧。啊，我走，我走。啊，你。哎呀，他怎么没放二发突袭呢？我这波以为他是二发突袭，我把他带到塔下的，我才闪的，知道吧？这个人他针对我，你针对吧，无所谓。啊，我回了，你针对吧，我再买一个针眼。我以为他是二发突袭。这波我闪现拉到塔下，把他拽回来，他没了，他直接就没了，红 buff 是我的了。这个打野在浪费时间，已经四比零了，他还在上路纠结，我已经根本就抓不死了，他还要来，那你不再找输吗？这盘我告诉你，剑圣，你的最好打法就是放弃我，不要管我，知道吧？否则你会崩得很惨，相信我。你现在越管我，你会越炸，你就这盘就没有游戏体验感啊！我们把线控一下，插个针眼，控线，
控线，先不推，等会塔皮一波全吃。凯龙回家了。控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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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推啊！不要推。折磨盖伦，六姐，六姐啊！他可能去打河蟹了，要么去中了。那我这个线就不推，哎，就不推。他想等兵线过来，他打河蟹好慢的，那我们推吧，一波把他，等他河蟹快打完的时候，发现兵线已经进塔了，看他怎么办。啊，我看你怎么办，还在打，好，你打完之后你想回来是不可能的，我肯定是把你卡住，你回不来的，你从我这里走你必死，你没闪 ，A 接 W， 再接 A。再接 A 拉回来，再接 A 血怒外圈刮切，一刀斩塔下击杀，没得皮鞋，确保击杀冲塔强杀，不能再犯刚才那样的错了。他炸了，嘿嘿，打了半天河蟹想要等兵线进塔，我心里有数的，吃他两波塔皮，剑圣来没用啊、哦，我有狙跑，再吃一层。舒服哦，这个来了什么意思啊，你下路不打了，我走了， AD 跑上来了，这有啥用啊，你下路不去了吗，想压制我没关系的，等我大招好我可以 1v2 直接出鞋子，对吧，直接出鞋子啊，增加移速，如果这个小破再上路的话，我们出这个鞋子打他就很舒服，跑得快啊，看来他是要想在上路压制我了，他在下路打得不舒服，哦，这个小破是中路是吧，他们两个换线，行，没用的，小破虽然手长但我已经有鞋子了，你不要打兵，你现在打兵我就能拉到你，他应该是走了，不走，提个树拉过来 A 卡个位，推我没有用，哎，推我到塔下没有用的，你有什么办法撞墙，那个墙那个位置是闪不了的，那个位置是闪不了的啊，必撞墙，但是他不闪也得死，不闪的话后面再闪也来不及了，这波塔皮好，再猜，把这个塔皮撤了回家，回家了，没人来吗，上路没人来吗，来了，你想好了吗，你没有想好吧兄弟，你没有，哎，哎，你闪我也闪，你追不到我了吧？拜拜。这波他闪了，让我没吸到血啊。那我也叫个闪嘛，无所谓的。你这还要追啊？你这多捞啊！我有鞋子的。你看，硬拼还真拼不过我，出的鞋子啊。关键是他闪现钻了我的内圈，没有让我吸血。不过没事，我没死啊，正好我也回家了，一点都不亏，闪现跟他换掉而已。他比较肥啊，砍我太痛了，正好
回到线上，冰晶塔舒服。杀出一条血路，拍我眼，哎，我还有。抓我不存在啊、哦，抓我是不存在的。你这盘能抓死我一次，我真的叫你爸爸。不开玩笑。他真的抓不死，他去中路了。好，我们把这一血塔拿了。我的队友好像打不过，舒服。一血塔，剑圣无敌了。不过没关系。他再肥我也不怕，我比他还要肥。哎，漏了个炮车，现在谁来上路都没用。剑圣如果没有红，他是打不过我的。他刚刚只是有红，我打不过他。哦呀，我完了，这没办法，溜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战不休。Enemy double kill. 哟。对面好像比我想象中要强很多，技能就下了。推，我可能要去帮助我的队友吧。我的队友好像有点弱，打不过对面。走吧，我要出个装备去下路。去下路，把下塔推了。1000块，要出血手，出血手。剑圣是有真实伤害的，所以防御对他来说效果并不好。出个血手，抵挡他的爆发。塔皮吃不到了，10秒钟来不及了，那你没了兄弟。推我没所谓，你还敢吃？你怎么说？你怎么跑？我看你，那你就是替死鬼，都得死，完美，很好。1、2、3，选路出发，一刀斩必死。这里还有一个，来，给个视野，大招好的。留不住，行吧，好，也算是立功，继续发育。这波挺舒服的啊，两个头。我们去把他红给拿了，顺便在这里蹲一波剑圣，剑圣肯定会来打红的啊。我蹲他一波，我把他红拿了再蹲他一波。他现在复活了，拉进来打，他马上到了，在这里蹲。我操！没事，我有闪。你死了，兄弟！再追我，你死了。吸口血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我可以反杀，远路出发都得死。A 接挺进者接 A， 还有你走个位，没有大招你打不动我兄弟。吸口血没吸到 ，A 接 W 护盾给的不错，大招一招劈死，拉过来 A 接 W 接外圈刮接一刀劈死，挺进者溜溜球。
当时多帅啊，针对我诺手，高手是不怕针对的啊。思路很清晰，好，他们崩了，这两波被我打崩了。小龙吃掉，稳住了啊，这个局面稳住了。继续发育，虽然优势大，跳出来，好，要把他大鸟吃了。这个不好上，他不会出来的，我们赶快去上路。他在偷我塔。塔没了，开疾跑他必死，他应该会反向跑，挺尽责拉回来 AJW 缓速，我有红 buff， 他死了，大招不需要放就把他 A 死，跑不了啊，跑不了，耗神了。我觉得我现在像个战神。感谢青青耳的宝贝830送上的晚会，谢谢，感谢。我们在打龙，我就不去了啊，我离得太远了，我们推塔。感谢青青哥的宝贝啊，谢谢。塔下也是可以杀的，这没拉到，这没拉到，蓝不多了，我去收个蓝吧，我这个蓝 buff 再来，现在就单机啊，我没有闪现，没闪现不打团，哎，等闪现好再去打波团就好了，没有闪现的诺手打团不太行，追不到人，他们现在看到我不会跟我打的。好，推他塔，等他红刷再拿到，我们就赖在上路赖线，保持发育。AJW，A， 哇，跑不了，他没闪啊，他没闪，挺进者还是好用的，挺进者还是好用的。他剑圣不敢来找我了，剑圣在下路，在欺负我的队友。好，二塔没了，再去拿红，太肥了这把，十一个头，181刀，满塔皮，一血塔，太肥了。中路抓一波，有双招，先开机跑，走个位很重要，没关系的，你打吧，你打吧，你打吧，根本打不动，瞬间回满，疯狗，就是疯狗。
带人死了，我有红 buff 的，如果他还收这波兵的话，剑圣来了，剑圣来了，我知道剑圣来了，算了，我没大，有大的话可以打的，没大的话他剑圣装备有点好，打不过。好，继续发育，早就起飞了，这盘早就起飞了，他可能上来了，他上来我大也快好了，他最好想清楚，他现在上来就送的，他上来就送的，我状态非常好，5000块，我大马上好，他们都不敢来，不敢来的，我打好了。你胆子好大，兄弟！我有移速的，你知道吗？算了，没必要，没必要杀他一个辅助，没必要。小龙没刷，我继续赖线，升到16级，大招完全重置。现在他们就是来5个人，我都不一定怕的。好，完全重置我的大招，走位 AJW 刷血怒 AAA 一刀斩，不行，我得留了，没必要啊，没必要，没必要，他队友来了，我走了，他这控制很烦的。5000块，我回家补装备，准备小龙。来来来，小龙回一波。你真的是在找死！没事，我活了一口血，我还可以杀。我直接溜，我等技能。哎，哎，哎，你怎么办嘛？你等队友嘛？真的捞，就硬等，没办法，剑圣来了。我说个装备吧，3400块。反甲的话可以出，可以出。再来一个绿甲，还是要出，还是要出。稍微带一点魔抗。他这个明显不是抓死我的呀，这不是已经过了前期了，没有抓人抓这么一说了。小龙你们收掉，小龙收掉，我继续担待。人闪现好啊，或者大龙，我们再出山，把他的。地球值，地球值，地球值，地球，地球值，地球值，完全重置大招。这边怎么说？还有一个地球值，地球值，还有谁？没有了吧？搞不清楚情况。还有，过来 AJW 去。喂，地头蛇，还有谁？马布什，全部砍死。舒服。
溜了，一点小帅啊，一点小帅，回家，大龙抽掉。跑速非常快，因为我们点了这个，你身上所有的移动速度加成效果提升7%，并提供1%的移速，跑得非常快，500移速，500忘记买药水，大龙吧。剑圣刚才居然值1000块钱，我把大龙收了，等下波闪现直接推过来，交闪现就对了，乔治，乔治，来就追你，你敢打我，我的移速你怎么说？绝望吧兄弟，拉过来 AJW，来往我这边跑，往我这边跑，我的闪现没有好，A 他 A 他 A 接 A 接 W 接外圈关 A 他 A 他，一刀斩过来，两刀斩，还有你在这回城被我逮到跑，我的闪现马上好，我的移速非常快，无情铁手马上好，你的阿尔法突袭没有多长时间了兄弟，我的挺进者已经好了，绝望吧兄弟，过来 AJW 外圈刮接一刀斩，我的脾气好像一波不了，战神诺者没错，还有两个继续杀AJW 推我就对了，小直不走，还手，还手，拉过来 AJW 斩不出来，一刀斩，来我们打龙说，打龙说，等我一下吧，吃不到龙 buff， 吃不到龙 buff， 这钱用不掉了，鞋子不能换，鞋子不能换，鞋子一换没移速了。这个魔抗还是要的啊，这一个一这一件魔抗装还是要的，反好亏，这个减 CD 加血加技能结束还有治疗效果，正好带个40魔抗挺好的，反正魔抗太低了，他法师打我辅助打我都像就跟中路一样，这辅助装备也好，这绿甲还是要出，我去拿个蓝 buff 抱团飞一波，差不多，来抱他，这波有机跑没闪现，好我来了兄弟，你没想到吧，AJW 一条直蓝盾一开，一条直一刀斩，两刀斩，两刀斩，三刀斩，还有谁拉过来 AJW四刀斩，还有谁
没了。太爽了。哎呀。一波一波。有点小帅啊。我好肉啊。差不多一波可以的，俺不敢出来了，拉过来刮你往回拉，蓝盾怎么说，血手触发，拆拆拆，对，别管拆，很哎你哎，你们在这打野怪 无聊不，我靠，没推荐爆弹，爆弹，一起一起，没疾跑，没闪现，被风筝了，降低本事，坚如磐石。这个药水，加点血，4300滴血，这波有双招了，最后一波了，来来来，抱团抱团，你把野怪都扫完了，可以来了。等一下，我的队友，我来把这个红拿了，红还是很重要的，估计没了。等一下队友啊，等一下队友，别上兄弟，等队友。队友不来，我们不上。正好我等一下双招。他不敢点我，他很害怕，我留着拉 A 他 A 他帅回来 A 他怪圈刮蓝盾往我这边跑，听说你很膨胀，跨到 Q 跨到 Q 拉，你怎么做 A 他 A 接，我被沉默了，大家浪费时间，这沉默很棒，行，还得再来一波，哇，第四条龙，对面恐怕还想翻盘了，他们有翻盘的想法，他们不出来，出不来，出来家就没了，我这波过去直接拆家了，翻车不可能的呀，鞋子不能换的，鞋子怎么能换，鞋子一卖我就是刮皮了，麻瓜一点一束都没有，跟睿智一样，卖什么都鞋子都不能卖，知道吧，45的一束、啊、这个档能卖，快快快快，火龙火龙火龙，我拆家去了，他想收第四条龙，胆子好大、啊、哎呀还是没拿到，哎不会吧，我的队友，哎我，哎哎哎，你们是什么呀，你们是你们是什么妖怪呀，踩家去，踩家去，踩家去，
先下去喽。翻盘是不可能的，翻盘是不可能的啊！等一下，我的队友，一起！别出去，别出去！我算了，我去那个吧。我觉得他们这个有点捞，说实话。这个时候啊。我们很聪明了，这就很聪明了。我不打了，好吧，我不跟你们玩了，拜拜。你捞任你捞。来首海底捞，你们守住基地可以不？守住基地可以不？就把基地守住可以不？回来了吧，一个回来不行的呀，一个盖伦我不理你的呀，兄弟，一个盖伦我不理你的呀。